这个价格区位的，目前要找到称心如意的可不太容易啊。我看你这姑娘说话办事还算靠谱，要不我这有套房子，是别人之前定的，但是谈起来呢可能会有点麻烦，你看你有没有这个意向？您放心，如果真的合适的话，价钱不是问题。那行，那我们先走。好，先去看一下房子好吗？然哥，救命啊！我快被你们老师搞死了！画展展什么画？怎么画？要多少画呀？上次的策划，我之后做了一个更详细的版本，自己看吧。还是看不懂。画是干什么的呀？怎么画？除了颜色有什么用啊？啊，抽象派一个比一个丑，我不想选。正忙呢，回见。感觉怎么样？就这家吧。啊，就像我之前说的，这一套其实是定给别人的。如果你们要真的想要的话，那这个价格方面就……你们报个价，可能会比之前贵一点，可以吗？嗯。嗯，余额不足，要不您换一张吧。你要不再试一下？啊，那行。还是余额不足，您还有别的卡吗？走，祥姐，祥姐，你说你这算不算阴沟里翻船啊？少来，我对他是真的过敏，味道刚消又来了。祥姐，刚送的花，放着吧。啊，站这儿干嘛？回去工作啊。哦。喂，金子川，你是不是在整我？我怎么了？你天天送百合花，你有病吧？你不喜欢，不喜欢扔掉不就好了？扔你妹啊！你天天都送花，我老板还天天亲自送过来，我敢扔吗？我，你这是在欲擒故纵。我还声东击西、指桑骂槐呢，神经病！哎，什么情况？哎，去！顾真，嗯，没事没事，你看你看，林然他。他怎么了？他是不是在整我？他真的很聪明啊，他知道当今社会注重营销，三分画七分表。你看，他真的很适合做画展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你看啊，你看，这些，这康丁斯基式和马列维奇式中间，他都放了一些别的画作为过渡。他真的很聪明啊。啊？那我看看。我先走了。